2021联合征才活动17号上午在中正体育馆举行，有将近40家在地厂商提供了500个职缺，还有政府的就业资讯提供。花莲就业中心表示，薪资超过3万元以上就有100多个，现场媒合率超过60%，其中呢又以远雄悦来饭店最热门。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基宜花基马分署花莲就业中心17日上午举办扭转乾坤再创新机2021联合征才活动，近40家在地厂商提供500个职缺，吸引超过400人来求职，而初步媒合率超过60%，其中住宿及餐饮业占41%，又以远雄悦来饭店职缺最为热门。现场有37家厂商，共提供了500个职缺，500个以上的职缺，欢迎要求职的或是转职的民众来现场找工作。另外现场呢，我们也有一些政府的就业资讯的一个摊位样子，欢迎民众就是在求职的时候、找工作的时候，也可以多多了解政府的相关就业资源。花莲就业中心表示，此次征才起薪超过3万以上有111个，其中薪资35000以上则有44个。这次运用电子化方式加速求职面试流程，引导求职者和厂商快速媒合，现场也设置青年职涯互动桌游等体验，要帮助民众提早了解自我。包含行政院东福中心副执行长郭英义等贵宾都出席给予民众鼓励，错过征才活动的民众仍可透过花莲就业中心寻求更多职缺资讯。记者张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